中共砸钱在挖角台湾友邦吉里巴斯，美国军舰随即航经台湾海峡，力挺台湾。中共十一前再向台湾友邦出手，立委分析，中共是为了转移贸易战和反送中的国内外窘境。国际特赦报告指出，反送中示威时，港警对抗议人士的毒打和酷刑已违反国际人权法。iPhone 十一系列新机台湾正式开卖，夜幕绿新色最受青睐。更详细的新闻内容，请锁定新唐人亚太晚间8点新闻。